NASA 表示其科技程度远。六耶六，他正在调查其目的。看电视吧，这位不用钱啊。来看看爷爷这身，嚯、哦，怎么样？穿把最身给穿合了。有些老朋友过来串门，这不得精神点吗？哎，时间快到了，小芳，准备做饭，赶紧泡茶。你好，我是蔡徐坤。我是鸡，不，坤哥。谁来的呀？哎，老蔡都孙子都这么大了，爷爷怎么没来呀？爷爷跟羊来不了，所以让我来给您拜个年，他给您的礼物。哎呀，真是有心啦。哎，你来的正好，去院子里帮帮忙啊。小蔡，给我加两米。爷爷，嗯，你怎么会认识蔡徐坤呢？小蔡怎么了？当年在部队，我还和他爷爷打了交换机呢。总说得有两个。哎，来了，费利亚纽约沃，梅老板，你好。小梅，哎，臭小子，没给我丢脸，走走走。爷爷居然认识梅西，大惊小怪的，你爷爷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炊事兵。你好，今天连画风都不一致了。您是肖老的孙子吧？我是罗吉。肖老在吗？你等一下，我爷爷怎么会认识你啊？哎，你有所不知啊，你爷爷是隐藏的第五位面壁者，没有他，当年的面壁计划根本不会成功。小罗来了，快来坐。好嘞。小肖啊，这是唯一能震慑三体文明的坐标资料，地球以后的命运就交给你了。我鸡汤来喽。哎，博士啊，今年咋样啊？联盟年终奖发多少啊？先坐先坐，他们都在屋里呢。烫牌了，绝招不要操作，我是不是还有什么不绝超能力？尽享之。你爷爷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炊事兵。Happy New Year！ 我操，阿凡达还是个矮的。老板能西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爷爷，这个是太离谱一点。这有什么？当年在潘多拉执行任务认识的。你爷爷我呀，真的就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炊事兵。你说这话谁信？当兵还有谁没来？急什么？还有一个，跟我说转个弯就到。放心，这次真的是正常。哎，说曹操，曹操就到。这他妈是正常人？嗯，正常的光之巨人啊。我是谁？我在哪？我还在地球吗？今晚大家都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用布洛芬包饺子。这里是 CBOX 大电影，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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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首先呢，非常感谢这一年各位新老观众的大力支持啊！今年的最后一条作品是团队的某个小伙伴在某个深夜打开某个视频网站观赏某部大作的时候，突然灵感迸发，提出了用 AI 换脸整个活的提议。但是在前期的尝试中啊，我们几乎都在翻车的边缘反复横跳，我们也求助了非常多的大神，最终还是把这个年
度小活整了出来。如果效果不佳呢，还是希望大家嘴下留情。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记得给个三连啊，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节目。再次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发财，我们明年再见 ，peace。哎，不要出去。